起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的、创造性的、全面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黎青义、黄文焕等同志，热烈欢迎来自反美武装斗争前线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了极其亲切的谈话。下午，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接见由战斗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全体成员。解放阵线的一面锦旗献给毛主席，锦旗上用越中两国文字绣着，越南南方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战斗团结是牢不可破的。7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十分高兴地会见来自反帝反修前线的阿尔巴尼亚同志。被接见的有阿尔巴尼亚蒂拉纳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阿尔巴尼亚新闻代表团、阿尔巴尼亚消费合作社代表团、阿尔巴尼亚作家艺术家协会代表团和阿尔巴尼亚印刷专家。阿尔巴尼亚同志们激动地挥动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一遍又一遍高呼“毛泽东，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友谊就是保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我们之间的革命战斗友谊经历过疾风暴雨的考验，我们的伟大革命战斗友谊永远牢不可破。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等接见来自反美武装斗争前线的越南同志。被接见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大学中专部代表团、越南通讯社代表团、越南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越南民主共和国杂技团和越南轻工业品公司代表。向两国是共产国，是伟大的
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接见由阿道夫·弗兰克率领的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从美日反动派和日共修正主义分子重重压迫下冲杀出来的日本齿轮造具团的革命文艺战士，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敬仰的感情来到中国，他们日日夜夜想念毛主席，时时刻刻盼望亲眼见到毛主席。10月23日，日本革命文艺战士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在接见大厅纵声歌唱，表达了日本革命文艺战士对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深情。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盼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和林彪副主席十分高兴地会见日本革命文艺战士。革命文艺战士无比激动，无比幸福，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仍然恋恋不舍地留在接见大厅里，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多少人热泪盈眶，多少人打开毛主席语录，在扉页上记下10月23日这个最难忘最欢乐最幸福的日子。多少人欢腾跳跃，多少人的激情长久长久不能平静。从毛主席握了手的56岁的团长藤川夏子，让大家共享这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啊，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灵魂，我们永远高举您的伟大革命红旗，英勇战斗。一个属于日本革命人民的新日本，必将在斗争中诞生。